从2019年9月开始举办的第一届骑士咖啡杯呢，是一个以北中南特定地点出发的骑乘活动，不限车种，不限形式，只需要在指定的日期时间内以法定速限骑乘完毕即可向店家领取每届的活动纪念章，但是由于数量有限，通常晚到了就拿不到旅牌了。那从2020年开始呢，从本来的三个点到了现在已经有五个点，分别为新北市的骑神站、台中的开关仓库跟骑士咖啡、台南的乐多、高雄的骑士店，还有台东的铁花站。而我们这次选择出发的点呢，是三重的骑神站。10:52，我们到了梧栖，现在应该这边算清水了吧？往台中市区前进，到开关场。我们即将到达我们第一个点，第一个点，啊，意思是还有第二、第三个吗 ？I don't know 啦，大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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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不算多，我们来第一个站，所以应该是去哪边盖章？我们的 Jonter 又要去败家了吗？拿出我的神奇小卡卡，谢谢，谢谢，抵达了。所以这个就是牌子吗？金色的，金色的。好，谢谢。谢谢。好，所以可以戴自己的帽子来这边找你。你都是在这边吗？对。OK。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自己彩绘的安全帽，可以来这边。怎么称呼你？李安。李安。OK。应该是我查好了。再稍等一下，那包饱了就可以了。好，谢谢。所以我还可以来看妹子看三次，不错哦。脆鸡咖喱吗？对。你是不是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重机脸？就是骑重机的时候都会有个脸。从我们的中部车友永祥下车的样子，你们就可以观察到什么叫做重机脸。你看他上车跟下车的表情有差多少？高雄过来的，怎么？所以永祥，你意思说你刚刚不是拉转？你是不是拉转？你是入座档就对了。小心的哦，会坐动，秀动秀动。不是，就是找宝哥一下，干话成本很高呢。抢走就好了，我摸一下就好了，摸一下就好了，乖啊、哦、乖啊、哦、下次啦，下次我比较想好，现在是下午的12:51，对，已经是过中午了。我们刚刚在台中的开关场好像待了太久。前面这一位，我们刚刚在开关场收集到的千尺车友呢，他是台南人，然后呢，他还打算去台东，有可能过夜，所以呢，现在是两票对一票，所以我就不扭捏了，我也来个看能不能日还了、啊，不能日还就两日还吧。我们到台南的这个站呢，现在时间是2:55，刚刚一段都没有录，因为刚刚那一段我的摄影机没电儿。哇，这烧包的 Linking 你看看，哇，台南好热哦。这是我第一次骑摩托车到台南来，这经验倒是蛮特别的。轮胎的温度刚刚到50几度，现在降下来，后轮降到48度了。如果我的肚子再小一点，我看起来一定会像更帅的骑士。
我们中特他的那个皮衣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不过那一套好像要4-5万块。Oh my god！ 好离世哎。前面是星光哦，所以这边就是蓝赛图那边喽。OK，OK， 对耶，我上次跟你，你还在这拍东西，不是这里，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连续骑了两个小时啦，还不到，几乎两个小时，一个就点没啊，我跟车龙就点没啊，真正就点，我点的时候我袂讲话啊，因为他个控制袂掉。唔知佫有偌久，咱个台南的车友讲连伊都到，啊，毋过我来感觉骑车的朋友讲话拢共款，伊拢一定讲连伊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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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一点钟以前就讲连伊到，连伊到，连伊到。现在是我今天觉得最热的时刻，不过从这个点之后，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冷吧？这种街道的感觉真舒服。三点整，我们到台东。哇，你看我的安全帽上面全部都是昆虫的撞击点，衣服上也是。OK。我已经有一点点精神不济，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吞忍了我。我每天都在寂寞，快放出爱的寂寞。好，接下来不会唱。好的，果然又是传说中的马上就到了，就快到了，其实它是不会到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去盖完章溜嘛。好，据说已经没有旅牌了，但是现在就是在盖章来，谢谢。好，谢谢，谢谢，好的，准备出发。台东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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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耶、yeah, ！我们从台南的那个记录点离开，现在要去高雄的汽车馆。但是哇，这房子好漂亮哦！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旅牌完全都没有了，只能去盖章。耶、yeah ！听说每次都是这样子了。那这边怎么会有一个大广场？出来玩就是这样子哈，看看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啊。哦，奇美博物馆哦。OK。OK。OK。我得找一个地方绑我的安全带，安全帽的带，一带。为什么叫一带啊？为什么不是二带呢？早知道那么久我就绑了，干。才说完了就走了，这都是人性啊，人性啊！好吧，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三个疯子呢，决定今天杀到台东，晚上要不要杀回来？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明了。其实我觉得晚上杀回台北也还好，但是。我的车子的灯啊不亮，然后不够亮啊。啊，我的眼镜哦又是浅墨片啊，哦啦，所以大灯无够光，啊目镜佫哦，你讲，安尼要叫我安怎？等喺台北咧，我心内会感觉惊吓，啊无就是啊迄个中特吼，伊带路，因为伊个。车有倒两支迄啰电火，按个山路你知无？山路就是一看有，你看无，所以你嘛是唔敢骑啊。这到底是要如何是好咧？啊，若是讲无想要骑啊吼，咱到台中啊，台东啊吼，到台东啊，
咱找一个所在住，哦，啊，不过今日阁是迄个假日啊，咱假日时啊吼，临时临时要找一间饭店来住，应该可能会有问题啦，我想啦，等看吧，哦，其实我骑车是较爱骑像这种路啦，虽然讲咱袂当速度袂当讲较真紧吼，啊，不过安尼。骑起来凉爽凉爽啊，轻轻松松，啊，慢慢吹真紧哦。啊，搁只较细腻个啦，有当时啊，这种真卡所在，有当时啊吼，路边个车乌白不出来，摸出来安尼啦。哦，像即摆咧超车，我就感觉真惊吓。哟吼！啊，骑市区是感觉吼，车都坐足烦个。啊，骑迄种高速个是，敢若一直吹油门，毋知咧吹啥物。匆匆的从台南离开，很可惜这一次到台南没能好好的去吃一吃台南的小吃，那些令我怀念的小吃，但也好，否则呢又要胖个两公斤了。到了高雄的站点了，骑士店。哎，富哥，人富，耶，yeah ！遇到亲人了，爽。你到多久了？哇，你真的懒得。对啊。还好没有到很久，没有牌子了。对，都没有牌子了。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没有牌子了。可惜都是男的，不是女的。谁叫你要买 CP 一千？你买什么 Reebok 五百啊？阿三啊？谢谢。OK， 我们到了第三个骑士店了。由于我时间限制的关系，活动时间只到晚上八点，所以呢，我们在骑士店只稍作停留，甚至不算休息，我们就接着往台东出发了。那沿路也经过很多只听过但没去过的地方，像这个斜张桥，已经从上面经过了很多次，但从来没有从这里经过，而且我也第一次经过了佛光山。那转眼呢，也又到了屏东恒春。骑重机之后呢，这些以前觉得很遥远、很不容易去到的地方，自从骑了重机之后呢，就经常经过这里，屏东啦、垦丁啦、丰港啦、台东啦、武岭，就变成经常造访的地方。像现在丰港的这一段，我已经变得比较熟悉了。这边有无敌的海景，下次如果是旅程安排得宜的话，一定要到海豚湾来坐一下，好好的欣赏这一片美丽的海岸线。经过了丰港啊，上了这座桥之后，再经过一小段的山路，就会经过南回改。那出了南回改的隧道呢，就会到美丽的多良海岸。终于到了台东了，我已经算不出来是几个小时了。然后刚刚还下雨，把我吓了一跳。但是我现在在烦恼的是，我待会回去，我那个镜子是浅墨片，看不太到路。如果有路灯的话是没影响，但是我记得苏花很多地方是完全没有灯的，蛮麻烦的。慢慢骑也可以啦，就是把那个镜子打开慢慢骑也是可以，但是就是不是很方便。我们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再看要怎么办，或许是住一天吧，有点累。
蛮过瘾的，应该可以一个月不用骑车。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是我们现在回到台北还要8个小时哦。哦天啊，8个小时，我觉得我难再骑4个小时吧。8个小时，我不知道会不会下雨。我来问一下一轮有没有下雨了。如果是8个小时，我应该没办法。如果没路灯的话，我会骑更慢。吃饱喝足，趁想睡觉之前出发吧。那边好像是之前跟你来逛街那个地方。Jonte 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不要跟妮妮冷战。好像真的是这样子，我不应该跟他冷战，因为他会学我。听说还有8个小时，现在是8点9点，所以大概是。到台北的时候应该是早上4、5点了。繁华的夜都起，嘿，灯光闪闪四哦啊。其实我是蛮喜欢这种矮矮的房子啊，就是不会天际线全部都被那个建筑物给拦住了，那真的是很讨厌啊，很讨厌的啊。一出发就下雨，速度很慢，下雨再加上郊区的这些路灯啊，然后再加上浅墨片，让我几乎看不到路，只能用很低很低的速度前进。今天出发的时候看全台都是大好天气，却没想到在花东这里却遇到了雨。难怪有人说啊，环岛没有遇到下雨啊，就不叫环岛了。幸好到花莲市区以前啊，雨就停了。半夜车少的郊区公路上，一望无际的公路啊，让油门可以尽量的释放，轮胎不断不断的向前迈进，把路灯一盏一盏的抛向脑后，感觉雪怪就适合在这样的道路上如此的奔跑。当然呢，沿路也少不了照相机的关照，但比起市区来讲呢，这样的骑乘啊，是一种淋漓尽致的爽快。太冷了，买一件加热衣，只有 M 号，不管他们塞得进去。其实环岛蛮有趣的哦，如果不是。这一次跟他们日环，也不会经过这里，然后也不会待在这一间便利商店里面，都是缘分哦。人的缘分就是那么奇怪。我现在是不是有点偶练的感觉？还有160公里 ，Go！ 好了，迎接新的一天，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天了，所以我们要从花莲回台北了。现在的精神其实有点不太好了。所以刚刚喝了一大杯美式，喝美式就没事了吧，对吧哈。所以呢，挥挥衣袖，我们离开了花莲，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接下来就要往苏化公路去了啊。这是布莱恩本人呢第一次啊夜战啊苏化公路，所以呢希望一切顺利平安，不是希望，一定要顺利平安，慢慢骑，好好骑。然后花莲假日好像很热闹哎，这老的人呢，各种游客啊、脚踏车啊、动机啊，都很多呢。好啦，那个台九线新城花莲港，我们就这么路过花莲。不晓得拍起来怎么样哈、啊？刚刚看夜市是好像还不错了。印象中啊，很少晚上会经过苏花了，更不用说是半夜。半夜骑苏花公路，那就真的是第一次了。原本啊，预期会有一种什么阴森啊、恐怖，但是呢，全被路上的一颗大概1公尺的落石给取代了。远远就看到工程车的黄灯在闪烁。沿路啊，不断有工程人员拿着手电筒在检查山壁，而右边就是悬崖。害怕啊，害怕也没有用，当下恨不得赶快飞离这条公路，你知道吗？
而偏偏呢 CB1000R 的大灯真的是接用等级，所以啊想快也快不了。我们到宜兰了，这边算是苏澳吧。啊，晚上原来骑苏花这么刺激哦。都看不到路，特别是右弯的时候，整个看不到线。连续弯的时候，根本就好像在骑盲弯。不过还是蛮过瘾的啦。有爽到，我看应该可以一个月不用骑车。待会还有北，我们已经连续骑了快要17-18个小时了，然后这两个还在研究轮胎有没有吃满，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应该到那个平林可以等他们早餐杯了。不过算了，我已经有点恍神了，虽然蛮累的哦，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下次我现在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环岛会上瘾，因为你每一次环岛，你想要去或你在意的点都不一样。像这一次就是匆匆的经过嘛，那下一次我可能就会知道说啊，什么地方有什么，我可能就会停留。而且下次有去做准备啊，该带雨衣带雨衣，该带保暖带保暖，还蛮好玩。应该不用再加油了吧？其实我没有忘记，我一直反对24耐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骑机车的行动，因为到了活动的后期，它是十分考验人的体力的。那这一次，实际上在骑乘的时候，哪怕是到最后的苏花公路、北宜公路的时候，我还不会觉得打瞌睡。我想那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24耐的挑战，所以呢，心里是很亢奋，也很紧张的。但如果在下一次的话，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有这样的精神来完成这样的挑战。那经过这一次的24耐呢，我相信我以后还会做环岛，但是相信我不会再做24耐的这样的挑战，因为真的是太累了，而且也会错过很多很多的风景。所以我还是一样反对24耐，但是我真的推荐大家多出门走走，多看看台湾这些美丽的风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收获。那这一次的24耐的游记就到这里结束，拜拜。